有。哎，有火吗？有。香菇三宝。香菇爆香。我们的爆心。爆心法师。香菇素火腿。香菇素火腿。然后一比一木耳。木耳。一比一。香菇火腿。然后再来。萝卜。哇，爽智法师这一次这样子运用到爽智，沙茶酱，沙茶酱一匙，醋蚝油少许，这个是酱油，酱油，大概有一碗，应该半碗多了，醋蚝油半碗，不止。一碗，一碗满满的。第一次到菜市场，地方来学习。这个是香油，香油好好的，红醋，红醋啊，哇，红醋我第一次看到，红醋。好，这个叫姜末，姜末，姜末，姜粉，姜末。糖两匙，以上是炒十斤的面，十斤面的量。盐，盐一小匙，好，还有什么材料？待会好香。这个时候最后要加一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十念佛大放光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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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大家下一个指令，下一个意念，让所有吃到这个那么好吃的炒面呢，都能够开悟，都能够明心见性，成正本正觉。好，最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地藏活佛。好，现在调节下去。这是很大很大条，两条水下去。好，哇，香味出来了。虽然在视频上的没有佛教香味呢，但是在这里呢，那个配菜香味。好，那现在要让它滚，滚完之后呢，滚完之后我们就放高丽菜，这一盘的高丽菜。跟豆芽菜十斤面的高丽菜跟豆芽菜这样搭配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大厨道心法师会煮的哦。法师，你口罩要拿下来，真的吃起来就像那个道心法师一样，像弥勒佛的一样。哇，感恩法师，法师的庄严下，阿弥陀佛，感恩法师。啊，这是这个是十斤的面嘛？对，十斤的面，刚才的那个料就是配合十斤的面，然后呢，哎，水滚之后呢，再加上这个高丽菜，然后这个面呢，油面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弄开撑开，待会炒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容易入味。太长了要剪一下。太长要剪一下。要剪成四。太长用剪刀剪一下这样子。好。用刀子还是对这样子，就是待会方便炒面的时候它才不会整妥。这里大家都好用心，好用心，而且十念佛，在觉悟的面呢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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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